有请创造营2021创始人代表宁静，发起人团成员 Amber 刘逸云，国际学员助教硬糖少女303郑乃馨，发起人团成员 Rise 周震南。有请创造营2021发起人团团长邓超。你们好吗？哇，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创造营2021第一次公演的舞台，谢谢。我跟你说，你们能量太大了，在后面以为是10000多个人，真的大家都按耐不住，一会儿就真的为他们欢呼吧，他们真的很优秀。他们的梦想需要你们来帮助他们实现，所以拜托你们了，辛苦。对了，今天是5缺1，深深有点自己的事情不能到场，然后他也是让我转达给大家，感谢你们来支持，他也希望今天的学员发挥得更加优异，保持自己的自信，你们期待吗？不紧张不紧张。哎，刚才我们是走秀上场是吧？只有你一个人走秀，我们都是走上来。Number 有这个走秀的经历吗？以前有。有，真有。有。来一个吧。老了，老了。是不是大家来一个？啊？哎，音乐已经响了。Amber。我一直要走这样子。又在。哎呀哎呀，还要甩头发。我觉得后面大家续上吧，静姐。哇哦！哎 ，Let's go！ 哇哇！哎，我觉得重要的是表情哎，我觉得这个 hold 住 ，hold 住，对对对。妹妹，泰国人走路这样。难弄啊！不行不行，不能少了你。来来来，不是这方面确实没有什么经验。可以，涛哥到你了，到你了，涛哥，不行不行，快点了，快点了，耽误大家时间，不耽误时间，不在乎这一点，快，涛哥，注意看他的脖子啊，非常帅。谢谢。